是高雄市，也是全台湾，更是亚洲最大的奥莱梦。哦，我梦寐以求来这边好好来逛一下。不过呢，要来这边逛呢，一定要先找一位我的好朋友。欢迎，Hello， 好高兴。对呀，听说你们这边呢很。那个场域很大，有50,000多坪，是不是？对，我们这边是亚洲最大的 Outlet Mall。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拨个空，要好好跟大家来带着大家一起去逛，是啊，好不好？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该去逛。我真的也等你等太久了，真的好，我们走吧，走。Ready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亚洲最大、全台第一的 Outlet Mall。家哦，不单是女人的天堂啊。马戏复合各年龄层哦，男女老少同时的欢乐广场哦。除了全台首建长廊式的购物商场啊，亚哥有用天幕罗马广场打造的时尚氛围哦，结合超强的娱乐元素哦，血拼宝星玩法。中了中了！不唔对，家充满了年轻活力、益智欢乐，以及健康有机的干妈店，也够亲子同乐的游戏空间，挑战体能、消耗热量的运动广场哦，也够半户外的休闲空间啊，最适合贵妇啦！咻啊！这么有趣的地方，是高雄最具国际级娱乐性地标哦。我觉得这个整个环境啊，好舒适哦。对啊，这边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建在这个观音山上？对，那因为大家想说，百货公司应该在市区才有人啊，怎么想要盖在这个地方？这边我们有两家饭店，然后有一个全台湾最多游乐设施的一个游乐世界。嗯，那么在这边如果说光是住宿，那又觉得说内容上面又不够丰富，不够多元，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盖了一个让大家就是满足不同消费层的一个购物商场，那又要跟其他在城市或市中心的一些百货公司有什么一些定位上的不一样，对，所以这边锁定就是 outlet。那这个 outlet 的话呢，就是说不是当季的商品，但是呢是全新的过季商品。那么所以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其实都买下了他们生平第一个国际品牌。哦，真的哦。是啊，那所以等于是。顾名思义了，这边就不用担心它价位太高就对了。这边的话是给精打细算，而且呢懂得去品味跟这种珍惜国际品牌的消费者。嗯，那所以呢在这边因为呢折扣非常的低廉，应该说是非常的亲民的一个价位。嗯，所以呢在这边很多人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哇，看到国际品牌环境的感染，说那我应该买给我自己一个好好的靠山品牌的名牌的东西就对了。对，所以第一个包包或者第一个国际精品呢，其实就是在这边，就是吸着我们这种漂亮的一个包包走出去的。哦，真好。所以你看，基本上它的那个购物的环境都很大，50,000多坪呢。可是当初要盖这么大的 mall， 其实要很大的，算是心脏要够强。因为毕竟那么大的 mall， 其实是经营，其实还蛮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楼层就有650公尺长，而且我们常常我都会告诉我的好朋友，如果要来这边购物之前，记得要带全平底鞋或者是休闲鞋。我觉得应该要带双溜冰鞋，或者是电动型的啊。对。那来到这边的话，各位都会有看到，都是一线的国际精品，而且这些国际精品的专柜店哦，是完全都是从原厂直营过来这边设柜的，所以并没有透过代理商或者是百货公司哦，难怪价钱会比较低，是不是这样子？对，那一方面它也是因为是非当季的商品，但是呢，很多特别是国际性的精品产品，它就是有一种经典性，很值得保存，所以呢，它不会被一些什么季节、换季或时代所淘汰这样子。对，因为它就是比较经典的。对，那所以在这边的话，就会大家看到说，你看有的时候2折、3折，好，这么便宜，大部分时间我还以为是2折、3折，它指的是打2折，或者是等于是打8折的意思，结果不是，它是2折。真正我们的2折、3折，那么呢，全年后很多产品呢都是5折、6折，那么呢，如果大家可以捡到便宜哦。就是一折的那种特价品，下回有一折要通知我，然后大家赶快来抢。所以我们常常在那边开玩笑说，其实来到这边没有所谓的 window shopping，
还是 window shopping，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就说我只能看橱窗，我不能下手买。对，大家现在来到这边呢，其实已经想好了说我要买什么东西，他已经打听好了有什么品牌，价位已经是到了非常的就是亲民的价位。那所以呢，他们一到了这个专柜，这个就马上下手就买下来了。孟府看到这些价格诱人的国际精品，眼睛都雪亮了起来哦。各位贵妇们，来到这里血拼哦，抢便宜千万不能手软，保证你会挖到宝哦。对，义大世界购物广场它分成三个区域，要有 A 区、B 区跟 C 区。那么 A 区呢，这边就是强调就是国际精品，好，比如说像有几个品牌啊，像 Gucci、YSL 等等的。对。那么 B 区这边呢，也是国际精品，那么还是比较知名的一些品牌，那它的价位跟 A 区呢有稍微有一点点差别。那到了 C 区呢，这边就是比较流行哈、休闲的一个商品，年轻人的，所以这边其实诉求的对象，我们说是从0岁到100岁哈，都可以，都可以来，还可以走，还可以逛。对，那所以这边呢，其实呢，逛街类的话呢，其实也有地方可以休息，然后也可以喝茶或者是喝饮料等等的。那么不同的楼层呢，确实有不同的产品了，比如说呢，除了流行的潮 T 啦、产品皮件啦、好皮包等等。那还有男性哈、女性、小朋友哈、那还有家电用品、3C 产品哦、还有乐器行。当然，如果肚子饿了，也有美食街了，可以满足一下自己的口腹。餐厅 对，所以这边有50几个餐厅跟小吃，所以呢，在这边大家一边逛街，还可以一边休息，然后还可以吃饱了、喝足了再继续逛街。所以等次来这边，可以基本上可以待上一整天没问题的，对不对？一天一夜，好，或者是两天一夜都可以的。是的，是啊、很棒。哎，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啊！怎么一整个天幕是蓝的耶？是啊，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氛围上的塑造。我想到了，我带你去看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光电影视秀好了。哦，真的吗？我走，我们一起去。走，我们去看喽。现在走过的是一个罗马拱门吗？是吗？这边呢，我们到了罗马喷泉的地方。好，那罗马喷泉呢，这边呢，也很多人就会在这一方面休息之外，其实呢，也会在这边拍照，因为呢，这里就像是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出国的话呢，这边就感觉到好像我已经感觉出国的感觉，对不对？没错。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呢是有点是截取了，就是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好，它那边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包括这样的一个星空这样的一个变换，以及罗马喷泉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在这边呢，让大家不用出国，一样感觉就到了一个国外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异国风情。重点是它全部都是室内，所以呢，你抬头一仰望，那种感觉心情就很舒畅。对，那这边呢，这也是一个这里很大的特色。在国外的 outlet， 它大部分都是一栋户外的，户外的，它或者是一栋，就是它一个品牌而已。但是我们这边把300多个柜位全部集中在一个室内，而且是全面都是空调的一个购物的环境。对，尽管是外面大太阳或者是下雨天，就算台风天好了，还是可以这边好好逛。没错，所以这边呢，大家呢不妨来看看，而且呢，相信就是您会发现有很多的惊喜。除了就是说商品上面您看到是有很多的选择之外，其实最重要就是价格上面绝对让大家非常满意。整点一到，海神波塞顿就会展开一场声光秀，配合高科技天幕啊，呈现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虚拟的日出以及日落，黄昏彩霞，让大家沉浸在这变化莫测的浪漫空间里哟。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说一定大家可以来许愿，只是说因为它盖成这个样子，变成大家不由自主就想许愿，那你就顺着大家的心意，就把它变成这个许愿池了。对，那在这边我们也许愿，我们通常都会丢个铜板，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也会来建议大家呢，就是说要怎么样来丢这个铜板，你的愿望才能够实现。真的吗？哎，摄影师有没有钱？我要许愿。哎，你怎么那么穷啊？才5块10块，哇，5块1块，你看，哎，它也是一块，好了，用了5块钱，好不好？心意最重要了，对，至少人家1块，我5块，就有5倍的机会。哇哦！
孟福，我的人生嘛要赢。我们这许愿 很有意思哦。对，因为在很久很久的那部知名的那个经典的电影的时候，就是女主角也是在这个罗马喷泉许愿的。她许愿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说，我要再回来到罗马。哦，重返罗马。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虽然不是罗马，所以我们要重返哪里？意大世界。所以这是第一个愿望。然后第二个愿望才许自己心里的愿望，是不是？对。那要念出来还是不用念出来？我们还是保密一下。默念一下。可能这个愿望比较会实现。好。没错，我们就默念一下。握一下手臂，重返义大世界，这是第一个愿望。好，我也是，我每天都要重返义大世界。第二个愿望，好，我默念。我已经默念到第三个愿望了。好，然后从我们的左肩溜过去。哇，希望我的美梦可以成真。在这梦幻的地方许愿啊，往往都会有小意外发生啦、啊。例如，哦，是像遐尼无公德心，啊，要捡嘛捡较准呢。啊，我就是丢很准，拜托，怎么会痛？哦，安尼你到底是放进金骨头还是银骨头？都不是呢，我是五克拉的钻石呢，快点还我。我哩嘞，啊，恁这两只是咧演第几出的呀？连金斧头跟银斧头你都给我搬出来，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